都下去吧。好的 ，Jesse。嗯，联系一下食堂，让他们继续工作。好的，那我们的午餐呢？我会亲自找他们餐厅算账的。好的。怎么在这个地方停了半个多小时？外面远距离还有一米。小七。谁啊？谁在喊我？哎，你来的正好啊！外卖我给你保护的好好的。啊，我手弄得有点脏了，你自己拿吧，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啊。上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这个家伙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。上来，抽风的脑袋又在想什么？不用去医院，我又没有受伤，伤的是那辆车还有那些外卖了。笨手笨脚的，不就送过外卖吗？不是，那真的只是个意外，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终止订餐了。为什么呀？这不还有十五分钟才超时吗？你觉得十五分钟内可以把这些外卖送到我们公司吗？当然了，要不是因为这小破车，我送这些东西绰绰有余，好不好？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清洗吗？你这个样子太丢人了。丢人一总比丢了工作好。过来，过来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去哪儿啊？哎，不是，方总，我还有工作没有做，我还要去送外卖啊。想保住工作的话，就给我乖乖听话，不许反抗，也不许顶撞。方总，您需要什么衣服，尽管跟我们说。不是我，是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从下水道上来，味道有点重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方总，我还有这件。好。还有这件。好的。还有这件。好的。还有，最近的浴室在哪里？都什么时候了还洗澡？我还要送外卖，方总，让我送外卖吧。在哪里？请跟我来。方总，这是我们商场员工的公寓，不会有人打扰你们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哎，等等等等，那几件衣服要换成加小码的，裙子那儿要加个扣子，白衣服可以留下。可是您还没有试啊。按他说的做。好的。方总，要不我去帮帮他们？我去帮帮他们。你还想逃啊？我看你是敬酒不吃。方老板啊，我就剩五分钟的时间了，你就算对我的迟到网开一面的话，那系统也会记录的。你能不能闭嘴？是忘了水沟里的臭水了吗？我过来。真的来不及了，我去。赶紧给我洗干净。我的外卖。